放我姑娘，你别挣扎了，我手了你伤，守不住的。我就求你一件事情，银子肯定可以做，你要同意就点点头，不同意就当我没来过。这么多姑娘，你为何偏见我的房间？因为上次只有你识破了刀无暇，你看出来他不是个正人君子。 所以才用了色诱那一招，我说的对不对？而且我看得出来你脾气不好，一般脾气不好的人都城府不深。我雷惊鸿最怕跟那种八面玲珑的人在一起，所以我找你最放心、最安心。嗯。 你让我帮你什么？先帮我找点东西，我包扎一下伤口。谁下手这么狠？敢动雷少爷你？谁说不是呢？下手也太狠了。你先稍等片刻，我去拿点药过来。 这世界很酷。